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环境呢，就是在我们桃园机场出境区了啊。所以故宫未来博物馆是坐落在这个国际机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在一个这个今天呢高度全球化的象征之中来建构这个故宫对未来的探索。那我们希望是透过新媒体艺术的这个界面啊，同时创造出新的这个当代艺术的作品啊，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探索。那其中有两条故事轴线呢，一个就是故宫本身收藏的历史，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文物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呢，怎么样是在一个多重的文化的交流之中去产生。好，那现在就请各位呢跟随我来参观故宫未来博物馆。好，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作品呢，是黄新建老师所设计的作品啊，它的发想来源呢是北宋的时候的这个汝窑啊。那汝窑因为它的颜色啊特别的这个温润啊，特别的难得啊，所以跟这个整组的发想概念的核心的这个主轴有关啊，就是平淡啊这个想法有关。那它所使用的故宫的这个文物呢啊，主要是包括啊汝窑里面的莲花温碗啊、水仙盘还有胆瓶。那当我们有这个气息吹入到麦克风的时候呢，就好像上帝的这个气息呢注入到这个人体里头，产生了生机，所以使得这个移动呢就会加速。但是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汝窑的开片或汝窑的颜色呢逐渐的扩展，那形成一个完整的汝窑情况啊，产生一种周而复始、回归平淡的感觉。我想这是这整个作品的一个意念所在。我们这件作品呢称作落英缤纷啊，那它的用的这个素材呢是我们的胆瓶，在胆瓶上头呢我们看到这个花开花落的情况，还有花瓣飘过去的情况啊。可是当我们呢在吹入一口气之后，就会看到这个整个程序的加速。现在所面对这个作品呢称作雨过天青，但是作品也是一个气动的作品啊，所以我们如果吹气的话，就会看到它里面云朵呢就会快速的往前移动，然后留下青天的颜色，之后呢开片出现回到这个水仙盘的状况。会看到这青色出现之后呢，这开片呢会逐渐的扩散，接着呢回到这个水仙盘的情况，那接下来又在周而复始，可以回到原来的这个云朵的情况，等待下一次的恢复平淡。我们现在看到呢是一个数位成果展示区啊，那是委托顾世朝跟黄新建，然后利用这个明朝杜景的碗骨图啊所做的一个界面，来参观的这个观众呢，就好像是古人在遨游在这个古代的文物之中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故宫近年来呢在数位化里面的成果的一个集结啊，像这样子就可以看到故宫的一个短片的集锦啊，那非常轻易的呢，非常迅速呢就可以去看里面有趣的这个图像。这是我们大观展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宣传短片啊。那也可以非常轻易的回到目录，然后再进行其他的这个点选。